爷爷、爸爸、老公，谁跟你没有血缘关系啊？老公啊。干嘛？啊！哎、欸，你很好撩哎、欸。这种招数会不会打？你会中吗？对、啊，我比较会中笑话。哦，笑话。他喜欢幽默的。对，我喜欢幽默。我今天才在讲一个笑话，我也觉得很好笑。那你把讲一下。可是我很不会讲笑话，你们如果不笑的话，就算了。我们会捧场，我们尬笑。我想听到你都不会讲，我们会神尬笑这样子。好，从有一天呢，有一对情侣他们上山，他们想要看夜景约会，然后他们上山了之后，这个气氛非常的浪漫。男生突然就问女生说：“你会冷吗？”然后女生：“你会冷吗？”哦，不会。要说会吗？都可以，都可以。那、我好冷，你会他可以接我吗？好，我们先看一下。还没讲完。不好意思，他还没讲完，就是好，来，外套借我，外套借我一下，那你可以冷的吗？你可以冷，好 ，OK。有一天，另外一对情侣呢又上山去约会了，那天也是非常的冷。男朋友就问女朋友说：“你会冷吗？”冷。那幸好我有穿外套。哎，有人笑。哎、你被想来王先生，你们两个频率一样哎、欸，你笑点超低的，你是不是有收他钱？对啊，蛮好笑的。我也好冷哦、喔，刚发自内心的笑。幸好我有穿外套。你刚才塞了多少钱给他？对啊。